工友们，为什么我们日夜辛苦，依旧吃不饱肚子？那是因为不劳而获的资本家剥削了我们的血汗，他们欠下我们无数的血债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对，怎么办？一条路，学习俄国工人，起来革命。那眼前呢？眼前，我们要不分帮派，不分地区，不分男女，不分车间的团结起来，保护权益，力争加薪。大家必须要记住，团结就是力量，团结就是胜利。